冰丽，阿姊感觉哦，家己足对不起你。阿姊，你哪会搁安尼讲啊？看起来，甲你留伫个金州寮这么豪宅的环境，唔是真好的决定啦。啊，不过俊南兄甲阿伯，因拢对我真好啊。啊，你根本就无法度专心读册啊！明仔载就要考试啊，你准备要安怎？反正考不掉嘛，无要紧啊。我会当先去做兵。真的啦，我真正无想要读大学啊！你是在讲啥？刚刚你拢无替家己的将来做打算？俊南兄讲，做生意根本就唔免读大学啊！你都这么想要学做生意？冰玲。阿姊苦劝你，好好考一间学校，无考到大学，考一个专科嘛用的啊。阿爸阿母伫个天顶哦，一定无希望你将来是靠你的努力赚钱。我嘛无想要安尼啊。咱毋是出生伫个做生意的家庭，想要甲人学做生意，真正足困难的。不如吼学一个专业。啊，是讲以后做公务人员嘛较稳定啊。好啦，阿姊，我毋是无想要参加即摆联考啦。这一年来，我真正足认真呢。是阿姊，你对我的要求伤悬啊。万一即届若阁考无掉吼，我会惊你伤心，我才安尼讲啦。我知影啦。我袂阁予你压力啊！啊，你着好好考，考到倒位吼，拢袂要紧。多谢阿姊。啊，毋是哦，你甲考试要用的物件准备好，啊，明仔载较袂紧张。等下我陪你去考场看卖。阿姊，唔免啦，我家己去就用着啊，这你唔免烦恼。安尼，我先转来去看一下。嗯，了解较细你个。这个代志就拜托你啊，好，就安尼讲听。阿琴啊，顶个月小龙杰啊，竟然有看过无哈？莫讲着伊啦，讲着伊我就生气。哎呦，安尼两个又搁是安怎哈？伊竟然侮辱我做假笑。啊？来来来，你来看麦。就是这条啦。迄天收单计算的时阵，我明明会记得就是5000外斤，伊硬要讲是8000斤，佮讲迄天是明明登记叫伊来做证，安怎？伊的意思就是讲我头斤减两。袂啦，迄真人的个性哦，我上了解啊。啊，虽然伊在外口哦，安尼花天酒地哦，啊，看起来是足阿傻哩的，啊，开钱也无咧惊啊。啊，不过伊对这数字哦是足认真的。应该是袂去定答着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讲伊袂定答，那呢？你的意思就是讲我会做假笑？无啦，哟，水某的啊，啊这笑话哦，你上熬做的啊，啊这笑话哪有出力吼？咱搁聊看卖啊，吼。唔免抓啦，已经叫命令来对峙。迄个命令哦，嘛是目色真好，真够看面色。伫阮两个人面头前，才啥物拢唔敢讲。哎呦，你嘛放过明玲啦！伊吼带去咱食，啊替咱做事，哪会敢去敌视着咱啊？哼，伊才袂去敌视着任何人，啥物还看明星嘞？哎，去年联考的时阵吼，明明无考掉啦，啊我叫是吼，伊会搬出去啊。啊，明珠吼嘛好亲像无愿意。明年阁继续住喺咱金州了呢。哼，啊，毋是去食着正南的嘴烂，
竟然叫伊留落来，伊就留落来。会啦，明年哦是足听哦，竟然的话啊。这竟然哦也伤超过啊，什么代志叫明年做？进前是叫伊娶秀仪，啊，即摆嘞连萧仪叫伊斗相共去。哎呦，明年哦足乖巧，也做代志嘛足认真的啊。啊，替咱做事哦，有好无歹啊，咱厝内哦也无加差一张地啊啦。进来叫命令留落来，就是因为家己伫外口伤过无闲，需要人斗骹手。自从迄蔡宝弟的表姐选到农会理事长了后，这蔡宝弟无输是地下的总干事，进来嘛对伊摊个油洗洗。是啊。竟然这两年哦，我讲话是来足红声的。唔知伊私底下是咧投资啥？哎呦，啊，竟然也无钱啊啦！啊是谁哦，要甲伊投资啦？你讲这句话哦，你就伤过无了解恁后生。伊是乌干那底导游，伫个外口一定有牌子咯。敢有可能？当然啊。也若无伊讲话，哪会教遐尼啊大声？即马哦，拢爬归你个头壳顶去。嗯，是诶。吼、哦，伊即马吼，对我诶态度是愈来愈畅秋啦，一点啊拢无尊重哦。我是因老爸呢。所以咱一定爱想办法查好清楚，伊伫个外口爬啥物吧。好，咱好好了解一下。伊母囝哦，歹面相看的哈。好啦好啦，知啦知啦。渐渐消瘦的面容，该好好牵你。